你看他那个上部七星，嗯啊，这个七星是什么呢？就是七星北斗，有四颗星星啊，四颗星星是方的，嗯啊，在人身上呢这个部位啊，头是紫微星，是固定不动啊，然后这个现在这么去啊，这叫七星，七星掌啊。你现在要是头、左肩、左肘、左手，这四颗方星，你看头跟这个，你看一条直线，这个肘和这个肩这么方的，嗯嗯啊，嗯，你这左手说话呢，跟这个右腿说话叫胯膝足，嗯，是那三颗，嗯嗯，要跟这个右手说话呢是头、肩、肘、手啊，跟这左腿是胯膝足，这叫七星啊，上部七星。现在书本上还有写着上部骑鲸，就是骑鲸鱼啊，啊，鲸鱼是最大啊，骑在鲸鱼身上，啊，他那就是胯往下坐了，啊，那不是不符合这个道理，对啊。我们今天练这个上部骑星是活动身体的七个部位啊，就头肩肘手胯膝足，头肩肘手胯膝啊，这叫骑星。头肩肘手不是活动头，活动哪里？活动颈椎。七节啊，肩呢也不是活动这肩，是活动这个肩胛骨、横骨头，增强骨膜关系。嗯嗯。啊，肘关节就是横骨、桡骨和尺骨，啊，这个关系要活动。嗯。腕子呢，手不是，就这个腕子的八块小骨头，都是很轻很灵活。啊，胯呢是大转子。膝关节是髌骨啊，股骨、胫骨、腓骨啊，这有十字韧带，活动这条这关节。脚腕也是腕子，脚腕这个小关节啊，所以这上部七星要做出这种灵活感来啊啊。当时想做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不是下落这个下势啊。完成以后，你看刚才怎么上去的这步啊？拿着右手心翻转朝天，啊，拿这个中指先摸到左手大陵，这个中指呢，中指、手心、大陵啊，和内关，这点都是手厥阴、心包经，啊，就供血啊，左心室、左心房、右心室、右心房这些，就拿这个右手的中指摸到大陵。啊，你等再往前冲，冲的手心，都一到这中指一对，嗯，到时候这左手中指跟右手大陵贴，你看那个脚就开了，嗯，就开了。你到时候你试验它，你看。哦，对对。你刚才你不注意手，你这么转，你跟气散了。对对 对。懂了？对。啊，下面呢，然后拿肩找膝。拿肘找膝，肩找胯，你看，这叫下叉掌。嗯嗯，上部七星的下叉。对，这开了，懂了吗？你刚才没做出这个动作。啊，没做。嗯，行了。下面呢是松左肩，坠左肘，左手微一贴耳朵，啊，束腰立顶，尾骶骨往脚后跟上坐。嗯嗯。啊，眼神平视，你看这手脚就出去了，这叫鸡蹬步。什么叫鸡蹬步知道吗？嗯，就是斗鸡呀、啊。嗯，两个鸡斗的时候，嗯，翅膀展起来，还给一腿，知道吗？听听这种动作，嗯嗯，很轻灵的，所以走起来是这样。嗯。